好，哎，你把它吹熄了啦。我记得你会弹是不是？我不会，可是我有一次看到我可以唱。那你会唱什么？可能是拍戏吧。对，拍戏都这样。对啊，短时间内学会各种才艺。可是我是短时间学会的，我三个月學會。然后你就我就一直弹到现在，我四十岁才会弹啊。好厉害哦！哦，我现在快五十了，所以我就弹了9年了。那旋律都是你自己抓的吗？我有，一开始有上课。可是我一开始练的时候，那个手好痛，會痛啊、然后痛的时候你就不想要再练、欸。我了解，因为我二十几岁出唱片的时候，我唱片公司也叫我练，那时候我就说，我、手好痛，我才不要练这个。那时候觉得自己很没用，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觉得很没用。啊，那你二十几岁的歌你還？不，连哥，如果你那时候就当创作歌手，沒有就不会去演员、演戏。对，我是几岁出唱片？另外一我97年出唱片，应该是哎、欸，对、啊，二十几岁出唱片啊，对啊。我来生火好了。好啊，没事就来生火。我来帮你。有喷姜方便很多。对啊，可以的，就让它烧一下。国翁，你要煮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喝热水。他要泡茶。这什么？吹气的，好酷哦！对啊，它真的是这样子用的。对啊，它就是这样，但不能吸哦。就不能吸哦，你不能放在这里。我不会。对啊，你要试试看。这跟吹剑的概念是一样。对，你就吸一口气，然后往火里面吹。要吹大力。这个很方便。然后火就会很旺。好，你把它吹熄了啦。我都晕了，我好好笑哦。因为它是木头太湿了，要不然烧成这样其实早就烧起来了。嗯，有它起来，它就是太湿了，不好烧啊。你要把它吹熄，你不要把它吹熄啊。我要吹熄了。你要把它吹熄了啦。好，我自己点火，对不起。